无敌鸳鸯铲又冇得睇啦，因为喺大头做咗廿五年嘅李金莲咧，劈炮唔捞啦。TVB 做埋今做埋呢个月做咗，我话都做咗多年啦。做咗几多年啊？廿几年？廿五年咯。咁咧？系你自己话唔做嘅？咁我话减一日啦，即系做成做一日啦。嗯。收尾监制话好似即系一日做太少。太少呢点话诶，咁啊唔好做住啦咁样。李金莲话自己出面嘅工作咧越嚟越忙，想唞下，兼且喺大台做节目好多限制，有啲冇人。前排话节目咧就叫区区开火啊嘛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咁咧佢哋公司就好想有呢、這个即系呢种火花。嗯嗯。但系呢种火花其实好受欢迎，但系咧系好吃力嘅，同埋咧呢种火花系唔能够刻意制造出嚟，即系做咗节目一轮之后就有个问题啦。好啦，如果我哋太过发挥咩咧，有时咧佢哋个节目嗰个尺度，有时觉得哇，唔知会唔会俾人投诉。哦。啊，咁好啦，第二件事咧就系话嗰譬如粗俗嘅议员啊，议员吓吓。啊，或者系有少少系男女嘅嗰啲，咁佢哋又唉好惊，个个都唔敢咩事。哦。咁结果就讲咗好多嗰啲对白，就剪晒。你知啦 ，TVB 就始终大台嗰啲。咁喺黄金时间咧，好多嗰啲家长嗰啲咩投诉嘅。问到佢做咗廿五年啦，有冇唔舍得？佢竟然话冇，因为佢话迟啲一定会出翻嚟，不过到时就唔知系边个单位请佢出山啫。